大家好，我叫 Alice， 我是第一次上来分享，然后我也没有那个考试题目给大家做，所以我就直接开始好了。那那个其实我讲的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什么题目，它只是我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然后慢慢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是不是一个适合的大家用的，不过我觉得对我自己很有用，所以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不太对的话，可以变大一点没关系哦，谢谢。然后我们公司啊，就是 API 啊，常常会大家知道丢出来的东西大概像这样子，所以开始写之后啊，一开始就会写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你把最常规精选丢进去，然后取值之后，然后直接 assign 给它，然后通常 API 在开发。就会改版，然后或者动动东西的，所以就会传回来的值，就常常发现 string 是 number 是 string， 然后就好吧，怒哦，通常最会发现是这个东西，然后就想好，那我就改一下吧，我就把加个 string was for main， 然后 number 是加个 number was double 或 number was row， 就这样做，然后继续改。你就会发现，会有空值传回来。对，那空值会是什么呢？空值它有可能是一个空字串，它有可能是一个 null object， 然后是就什么都没有。对，有时候会这样。然后就好吧。有时候收到这个东西，你也不是说去跟另外一个公司讲，你改一下好不好？有时候就是这边会出现，那边会出现，所以有出现，有时候没出现，就是这个都是很烦的事情。所以。你有时候你都会加一个东西，如果有这个 string， 然后它不是等于 no class， 然后做什么事类似的，然后再继续做，你就发现哦，有时候你会需要把丢回来的 string， 你会先把它换成一个 enum， 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它可能是 cancel， 它这个状态可能是 cancel， 可能是 create， 可能是 finish， 就是它可能有很多的状态。那你通常在程式会自己定一个 status 吗？对。那所以我就想说，所以在很多 API 然后很多东西的时候就想，哦，好烦哦，所以是每一个都要去处理这样的东西。你看很明显，那有些就不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应该是 number， 它就是你觉得很多这种有名的东西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烦，我就开始想说，你要对每一个判断是在 model 里面每个都要这样写，我觉得很烦。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做的？所以我想说，那。Model 跟你们在做什么？就是做把你丢下来的 dish 里面那个 key 的值转成 Model class 里面那个 property， 而且它必须是个正确你要的格式，大概是像这样。所以这一行我们就把它拆成两行，就是把 dish 里面某一个 key 的值转成 Model class 里面某一个 property 跟正确的格式。那我们就先处理第一个，就是怎么把 dish 里面某一个 key 的值转成 Model class 里面某一个 property。我想说，如果你不自己去写的话，你要怎么让程式知道说你这个 user under dash ID 就是我 property 里面的 user ID？ 那我就想了很久，就想一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我就把 user ID 跟 user ID， 好吧，虽然这不是我们 main 的，可能那应该是说你要像刚刚那样吗？应该像是你要这样。那我就说好吧，反正这样至少这样，因为让他们对得起来，那就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去找那个值。对，所以把 dictionary 里面一个 key 的值转成 model class 里面的一个 property， 第一个就是要取得 property 的 name， 就是 user under dash id。第二个就是要把这个 name 拿去跟 key 做 compare 做比较。然后做完比较，接下来就是刚刚第二讲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是正确的格式。那什么叫正确的格式呢？就是你要把这个 property 的 type 跟这个 key 的 value 的 type 去做比较。如果正确的话，就直接 assign 过去；如果不对的话，你就把 value convert 成它正你要的格式，然后塞进去。所以，刚刚讲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会把
可以把 class 的 properties 拉出来，那你就可以取得properties 的 name 跟 properties 的 type。 那什么是 properties name？ 就是说比如说 user ID， user ID 就是 property name。 那什么是 property type？ 就是 NS string 就是 property type。 所以你拉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它，你把这个 class 全部的 properties 拉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去跑，当你有什么时候，你当你有这个 property 的，把 property 的 name 然后去抓 import 进来的 source 当做 key 去找出它的 value， 然后它的 value 去比对它的 type 是不是一样的，这样子。那如果一样的，你就可以直接是 set value 给它，然后把那个 key 丢进去。然后如果不是，你就去做 convert value 这件事。那 convert value 当然它可以分成 as integer 跟其他的物件。那其他程式码我就没有贴了，然后就，所以简单讲就是，你那个东西写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 data model， 所以你全部的 model 就可以 subclass 它。那这个就是 data model 下半部，就是说你 convert 过去之后，你可以直接 subclass 它，那你就可以再直接在你的在你这个 model 里面去 implement 这个词就好，如果有需要的话。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所以，对一个很简单，它如果只有五个 property 的话，它只会有这些程式码。那即使里面你有一个最下面的一个看不到没关系，它就是一个另外一个 model， 你也可以直接就一行就带掉。所以它产生 model 方式就是一行一行程式码，然后就结束。那它有多一个是因为 is default， 是因为 default 没有办法当 property name。所以我做了一个 is default，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行，所以你就可以一行就可以产生一个 model。那基本上你在 create 每一个 model 就是 copy past， copy past， 这样就不用每一个 model 都要自己写。所以当你这边有很多 property 的时候，其实你有 enum， 你有 array， 那你大概程式行程式码这样没有那么少，后面还有一点，就是就还是会多一点，就是在做这个判断式的时候会需要一点判断。那大概就这样。所以他这个做法就是当怎样，就是当你丢进来的值，他丢进来它不等于比如说 date， NS date 丢进来它是 string， 所以他会丢到这个 class， 你就直接把它改成证件的 date， 然后丢回去它就会塞进你的 model 里面。那这个就是去 subclass 刚刚写出来的 data model， 这样子。好，其实这个我还没有写完，只是那时候写。我这个东西还没有处理 ID， 还没有处理 structure， 然后也没有处理，比如说，如果有同时你的 model 里面有两个以上的 array 跟 dictionary， 不过这改一下就可以做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没了，就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个很奇怪。不是，知道 JC 对，只是因为我们是写 model， 我写得很烦，然后我觉得常常在 API 在改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就他们有改一改或加一加或减一减或什么，然后就有错就有错，然后一直有错就会不一定是 crash 或什么，你就要去处理它，所以写了这种方式之后，它就完全不用去处理它了，就是这样子。是，我建议去看一个 library 叫做 Mantle， Mantle， M A N T L E， M A。就是人家已经，就是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已经真的吗？有人做过。哇，还好我有拿出来讲，说至少我告诉有人做。对，不然我一直觉得很烦。对，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种事情很烦，所以其实有人做过这种事情。好，那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就这样。好，那还有问题吗？是。在做。而且通常如果在 Object C 做的话，我们会用 Dynamic 的 Property 来做这件事情。哦，是 Dynamic 的 Property， 就是那个我们写的 Property， 现在你以前我们也写 Synthesize 嘛， Synthesize 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Property。 对，就是说因为这个 Property Getter Setter 它其实是你，因为你现在就是说你先给了个 Dictionary， Dictionary 还是对它的那个 Property 做事嘛。对，可是如果你写了一个 dynamic 的 getter 的话，就意思是说有一个 meta 直接去 dictionary 拿东西，而且那个东西
中间还可以帮你去做好转型或什么样子的。你就想，比方说你在写 core data 的东西的时候， core data 你没有去定， core data 的所有 property 其实都是 dynamic 的嘛，对，因为它就直接去真正去拿 core data 底层的东西，而不是说一定会有变数在那个地方。对，那其实像这种 model 物件，其实我们不会用比较死的 property， 而是会用 dynamic 的方法去建立它。OK， 所以即使是 API 自己 FNF 丢出来的东西，也是这样做吗？对，因为事实上我们 API 一 pass 出来，我们已经拿到个 dictionary 嘛。对，那对那个 dictionary 本身的话，如果对一个 model 的话，其实是说我建立一个物件，然后这个物件只有一个变数叫做 dictionary， 然后它所有的 getter 都是 getter 本身不是对到对应的变数，而是 getter 直接去 dictionary 找东西。了解。再想一想，讲东西好了，好，谢谢。那，我要工商补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在招人啊，那如果有兴趣让我们公司谈谈的，然后一起奋斗一下的，对，可以来找我参加。好，谢谢大家。给我点时间好吗？